福生无良先，大家好，我是风水啊。咁好多线上朋友啦，都会嚟咨询我话，想了解一下自己啦，喺呢个咁快节奏同埋咁浮躁嘅社会里边咧，想揾到自己安心立命嘅一个方法啦。咁我想讲咧，其实好多人都系唔了解自己嘅，亦都好多人都冇关心过自己嘅呢个弱小嘅心灵嘅，因为喺呢个物欲咁横流嘅社会里边啊。佢会令到我哋咧有各种嘅迷茫啦，有各种嘅欲望啦、期待啦、焦虑啦、恐惧啦，甚至乎系绝望等等。因为呢个系社会出咗个毛病，咁我希望有啲方法帮到大家啦。因为我知道大家系会有好多嘅困惑，亦都有好多嘅疑难，所以鉴于呢个问题咧，我决定喺7月的17号到19号呢，我同大家开一场免费的直播公开课，教大家点样去安心立命，即是一啲养心嘅功夫啊，一啲修行方法啊，会教俾大家啦。同埋呢都会教识大家点样去睇下自己嘅命运啊，教大家一啲道门嘅一啲术法啦，解决你喺人生上面嘅一啲困惑或者疑难啦。咁具体嘅内容呢，我会喺17到19号在直播期间呢，会带领大家深入浅出咁样去学习嘅。咁样呢，你又可以去发现自己命里边呢有咩唔足嘅。跟住命呢，我知道系咁样，我如何去发挥得更加好啊，同埋呢点样去修行，去打开自己嘅智慧啊，帮大家真真正正落到实处，去进入呢个修心修行，同埋去解决问题囉。咁呢三日嘅课程里边呢，当然你哋有啲咩问题平时问唔到我嘅话呢，我都希望大家喺呢个直播间同我一起互动，有咩问题问我，我会帮大家去解答。所以希望7月17号到19号大家可以嚟到我直播间嚟同我一起上堂。咁7月17号嘅直播间，我约定大家。